好，来，咱即摆哈，第二节课，咱就来继续哈。来，啊，这是阮去年哈，是咱这个天皇哈生日的时阵，啊，阮去甲因祝寿，啊，先说伫咱这个前哈，大前天皇甲这个昭和天皇的这陵寝呐，哦，去甲伊祭拜，啊，迄天拢落雨。哦，落下面都无落足大，但是安尼嘛西藏会压淡去吼。哦啊，你家想讲这靖国神社内底，这拢较早咱阿里山诶，这个希诺去，这足芳诶，哦足芳，哦这进去嘛是拢阿个小港。哦，安尼每一年去，你若上这个高级班完了，你们有这个机会，哦，会当去报名吼。哦甲恁这个酒的地书吼去报名，哦，啊，这是伫这个伊生日的所在，哦，就是伊伫这个广场吼，迄广场嘛真宽，会当容纳两三万人。啊，阮去的时阵吼，你甲想讲咱这个机啊，哦，伫这個防弹玻璃的前三十公尺遮，咱就是拢摆伫头前。啊，你甲想。哦，你伫只影片你甲看，你若像马英九手落也足悬啊！哦，安尼得一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但是你甲看，因只新妇、因只后生，包括皇后，有举上头壳顶的无？对不对？天皇上大，天皇的唯一的手会当举上伊的头壳顶尔，其他拢袂使。哦，这是根据因的礼节啦。哦，你甲看是不是天龙会当举手举较悬咧？剩的拢是举在耳下。哦，这爱办呢，忙伊吼，好难举比天龙手较悬得嗨呀咧。哦，这袂使哈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去的这个现场。哦，这个现场，这人足多啦。这你若要落来吼，你就当咧徛遐，啊，人就该 A 就落来啊，你都免惊。真正人吼有够侪，啊，伊要落来的时阵吼是分做有两个出口区，啊，我要去哩吼，就爱对迄个第一重桥啊，当行啊，拍开迄个大门，迄大门哦，迄片大门，拢是爱五个人拍，当拍会开，吼，啊，当个对第二重桥。有一个小弯道，阿吉白，阿那吉白伫这个广场，阿吉白时阵吼，迄队伍都无共啊，大家拢要抢头前，哦，啊，因遐个这个警视厅，警视厅就是警察啦，那警察嘛是拢会维护，哦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靖国神社，诶，这个外殿，这是外殿，后边这个当是内殿，啊，咱是。咱每一年去啊，吼，咱拢会去内殿，但是伫靖国神社内底的内殿，伫日本啊，有三种人会当入面呀。第一就是日本天皇，第二就是国会的议员，第三就是管市长交接的时阵，这三种的单位，这三种人会当入面呀。所以讲，咱来入面，出来拢穿乌西装，因遐日本的民众。拢会甲咱惊咧，因一世人都无可能去比到内底，到内殿，拢伫外殿，哦，啊拜拜安尼俩。所以讲，咱是啥物种人？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，因是国民，国民俩。所以讲，咱比因较大，哦，哦，啊这爱惊对这入去，对这个入去。啊，但对拄啊的迄个后壁，才有一个会议室，啊，但对遮行落，唔是讲单对遮，啊，就直接行对后殿啊，唔是，啊，佮经过吼、哦、对遮，啊，这个是会议室，啊，但对会议室的惊吼入去，哦，啊，这是中战七十年，就是伫拄啊迄个要入去靖国神社的较头前遮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咱的委员呐、啊，蔡委员哈。哦啊，这伫2009年12月15日的时阵，日本天皇甲习近平见面的时阵，习近平当时是要个做总理，
吼，伊要做总理的哦。但是伊迄阵透过这个美国有关单位，伊你要甲天皇见面，唔是讲话要见面就甲伊见面，迄上少安排拢爱几半年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入去伊透过美国有关单位安排了，即卖是甲天皇讲安怎？见面二十四分钟尔，伊讲吼，阮即卖中国经济有较好，啊，是毋是你天皇会当从台湾来买官？讲二十四分钟，但是天皇伊甲回答一句话：，阮皇族啦，吼、哦，事实阮无得卖物件啦，哦，阮的物件阮无得卖啦，哦，爱就无偏啊，懵的就当然啊，人无要买你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安尼伫只邮处，你就会当知影讲，台湾是毋是中国，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？哦，对遮恁就会当慢慢，你会当去领悟体会。包括恁进回去，恁若甲恁的亲戚朋友在讲，嗯啊，当时要安怎要安怎样？因为头一句讲啊，中国敢肯，是毋是拢会讲一句话？哦，有的人哦，伫这个思维啦，就是讲伊受的教育，啊，伊就是安尼，都已经是定型啊啦。你真要搁甲伊改变过来哦，恐惊讲安怎讲哦，啊，正甲规暗棍啊紧哦，足大条的。哦，啊，迄你就唔免，伊若讲讲未听，无要紧，咱若一百个当中，咱若叫一个会当来遮上课，迄就是伊的福运。哦，有这运气，恁进来是真正讲有够好运的啊！我都好运啊，无要安怎样，对不对？我安尼四年前，我是拼甲安尼，每工讲是拢踢着铁板呢。那有啥物啥物？这珠雷汤好看，这低音汤好看，根本都无拢空嘴薄纸啊！啊，佮包括用洗面破冷水，迄种种的心酸哦，我都甲咱秘书长要求一人代志啊。你若接到，阮接到证券哦，咱接到证券迄一天啊，即老人年金啊，头一个月恁还还，哦，咱都伫教堂也好啦，还是讲吼伫庙司，咱甲搭空落台，啊，甲宣布，讲若有清新文件，有达到到领老人年金的年会哦，你来对个某一个所在来领，啊，咱迄阵拢咱的副秘书甲咱的群秀去发就好啊。要让因知影讲吼，台湾民政府今日所推动的咱的政策是真的啦，唔是假的。哦，啊，那迄支国旗哦，那换准即支的时阵呐，要阁看无哦，我来讲，迄好死死也好啊，真正呀，换政府是换国旗呢。你敢知影？你也像咱进普通。哦，咱阿伯迄个旅行证件阿伯落来的时阵，你像摕这个莫里斯这个护照，这不是护照啦，这流氓政府发的，人伫国外人就看会知影，你是流氓政府啊！哦，伫这个护照就甲你区分啦，帝制都是红色的，哦，啊民主总统制就是迄个天蓝色、天空色的迄色。较俗个，要挖这色个迄落个，较无将深，迄种分辨会出来啦。啊，咱若摕这张个鱼个吼，这个色个鱼个，哦，咱嘛欢喜干呢。结果是拢难逢歧视，甚至有诶较早拢会阁叫你夹美金啊，哦，凡是夹五十块，哦，还是一百块，但要互你过，啊，无就该叫伊惊啊。哦，所以讲咱无国籍啊，话人真正唔知啊。我到这张新闻证，迄张新闻证顶悬写啥物话，你敢知？中华民国国民新闻证，佮兼甲你登印啊。你若是伫支票啦吼，写唔对的，你无登印啊，你敢无到哪呢？啊是讲我都加写一个零，我甲划条虎虎的，安尼你敢会当呢？是毋是登印啊？啊，咱拢登印，咱就是国民呢，你拢唔知？佮右上角变过来，迄个看黑白右移啊！你若无用有一个角度啊，你嘛要看无？哦，即恁拢会当甲因讲啊，而且最近咱秘书长都也有讲啊，顶出来报纸，你讲咱这是自治嘛，家己做诶。啊，恁若在做清新闻证诶
几个有请的，吼、哦，真好。你迄个身份证吼，你等下下课了，你甲看，变过你甲看，伫有一个角度你甲看，咱有十二粒的台湾，迄就是乱码，迄你无法度哪放，包括咱的晶片。咱伫美国的咱的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啊，你若要摕迄张，你若甲摕迄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我看你就爱徛在外口，爱遐摆，摆到人拢大家拢落来，你才当入去。你无证件，迄张 ID 是代表你的身份呢。你对个国家来，对来，迄内底写甲足清楚，你电脑拄入去，哦，你啥物人对来？迄叫做法院呐。啊，你中华民国是根据啥物法院？到今你嘛要答袂出来，啊，咱就戆戆啊，唔知啊，吼，互因只政客安尼敢乌龙蛇道，蛇敢咱头壳戆戆戆，到即阵也袂清楚，上过课嘛，还佫无清楚哦。哦，来，即摆这是重点啦，吼、哦。法律的台湾佮政治的台湾，啥物叫做政治啊？为人搞不清楚。但是这是要浪费足侪时间来给做一个分析，哦，啊，恁今日恁爱记又好，无讲听讲，恁若去讲招，哦，还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伊这老师无得甲你教啦，哦，中华民国内底体制内伊无得甲你教，咱的亲戚朋友若讲，哎，歹势，我无得插政治哦，然后这政治我无得插，啊，政治有分两种啊。私事嘛分做两种，但是政治咱嘛分做两种，哦。第一种，因为我无拍入面，你家写起来，一种是名词，第二种是形容词，哦，你爱记起来，你记起来，安尼你较好了解，哦，因为我无家拍起来。这个名词啊，就是像我拄仔咧讲的，伊拢无要插政治的，伊政治嘛无要插，啊嘛无要去了解。但是这种人叫做好呆啦，讲好呆歹听啦，戆的啦，资源回收人就是这种人。但是等候甲政治来插你的时阵，我要叫你拿什么税金，要叫你创啥，要创啥，你就是爱安尼做。哦，啊，另外一种的形容词，这就是政治是一种的手腕。哦。啊，政治就是两个人以上，就是管理大众的这个手段嘛，吼、哦。你像记一个例，吼、哦，我记一个例啦，我家己本身发生的一个代志嘛，吼、哦。就是讲我跟阮太太，吼、哦，去百货公司收购，啊，阮因即摆我会煮食啦，吼、哦，我对煮这方面我较专长，啊，所以讲我面食我拢会去买日本的面食。哦，啊，伫这个地也是买完了，我去伫楼顶啊，都买一挂囡仔衫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阮太太吼、哦、乱来的时阵有在牵手啦。哦，啊，甲迄天吼，在香港搞牵手啊，我嘛感觉讲有问题呢。太，即阵五十几岁，但还搁咧搞牵手，到底是哪感情当时在变样好？有目的啦。对不对？即卖是吼，伊迄专柜遐，我看伊徛伫遐，啊伊吼，我有小看老花，老花紧看无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你若大1500，我就看有啊，吼、哦，啊即卖，我看了5粒0诶，5个0头前是2，啊我有看到，我讲，你遮看我，等一下我来。变数一个，奇怪，你变数太样久啦。啊，我讲啊，我得去试驾试试，才20万呢，包啦。啊，我讲啊，伊也无要买啊，呾看一个尔。哦，迄唔好遐看遐久，迄看到尾落地拢会破空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过来，好、哦，这就是政治手段手段。过来就是进前这个月车吼，我的司机有要派去，迄17年啊，嘛无零件通啊换，哦啊，即嘛可以全国电子吼、哦、买一台，伊有分做，你若
太太的人哈，咱这女学员哈，女同学，你哪知呀？又分十公斤呢，十三公斤呢，甲十五公斤呢？啊，你哪查甫人难知呀？对不对？三个，那动起来拢嘛太太在说。啊，十三公斤呢？吼，我是讲啊，对咱较少人啊，囡仔拢伫外口咧读册啊。伊讲啊，哪回来咧？啊，讲个毛样吼？所以讲买十五公斤呢，一万九千九。啊，九千九，即嘛钱付了啊，吼。伊个当下咧掀迄冰箱，我就知影很细门的迄，吼、哦，就伫遐咧掀。我讲迄唔好讲掀歹，掀歹你爱讲买呢？啊，即嘛迄个小姐吼，迄个伫全国电子的迄个小姐都在笑。我讲吼、哦，要会用一，咱嘛豆豆用啦，要会用一个吼，那、哦、你冰都要会冷，因为咱少人，咱都无买介济嘛。另讲我呐，台湾政府接到政款时阵吼。我买足大台，啊人吼、哦，那热会当去要来得冰的嘿，安尼，煞的迄小姐嘛在笑，吼、哦，啊这拢是一个政治的迄个手腕，吼、哦、手段，但是法律都唔是哦，法律是硬邦邦的物件，即就是即，两就是两，你若一加一等于二，但是呢，政治。这个物件，我都是要一加一，会等于三，等于四嘛，不一定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伫中华民国甲美国，伫这几年来，伊就总是用这种政治的手腕，哦，甲咱乌龙蛇的到一公斤，要个是用这个手段。所以讲，咱不得已，咱来用银款来过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台湾民政府200%，唔是一包，绝对会接到政款，哦。啊，这大家有小可了解啦哈。你爱给分落开，安尼你甲人讲，包括你咧甲人讲，要来上课嘛好，要请新闻节嘛好，恁的法律爱足清楚以外，恁咧甲人讲话，袂使安尼嬉皮笑脸，要很严肃。你把这件事，就是讲我要给你讲这样代志，你爱此事当真。你袂使讲啊，这个敢那小可会使啊，敢那足成啦，哦，这拢唔是，是100%，你爱甲肯定，伊才会讲哦，你当时咧讲，你讲这个话有信心啦、啊，就是讲你本身嘛爱有坚定，家己这个法律，你爱坚定，爱去认真等于爱读，我叫你鼓励恁爱去看，爱去读，原因是伫遮，唔是讲点点遮人拢会听你讲的，不见得。有知识的人，伊会甲你反驳、反问。你若无充足的法律，你也有问到的。像阮早头画一挂东西，等于吼，安怎你敢知影？来赶紧来请新闻证呢？好、哦，这新闻证即马当要换，即马伊甲问一句安怎？啊，我都有新闻证，我个请个新闻证是要创啥？安尼就倒啊呢？袂用应啊啦！安尼要安怎？所以讲，咱的法源根据什么法源？咱的新闻证的后边，吼、哦，根据国际法、万国公法，吼、哦，咱的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三个公报，吼、哦，甲一个中国的政策，根据美国的宪法，这拢是法源，爱背呢，无你是讲袂出来呢，吼、哦，你后边等下你甲看就知影，啊，下面的英语。因每一个人无法度那看中文嘛，你到法国，你怎写这中文能上看有？下面迄就是迄个解说，啊，你就看哦，原来台湾民政府，这个是台湾，咱是进目前台湾民政府，下面的台湾政府。哦，啊，讲到这，我先说跟你讲，因等下有我今时间内无啥讲，这个西部。台湾西部教育们，哈，这个西部，这个民，咱拄啊，咱伫外口，恁长伫外口入来，迄是台湾政府对不对？但是咱入来大门下面，你甲看是台湾民政府，啊，这恁会查袂清楚，因为咱你来讲台湾民政府，但是你的身份证是台湾政府啊，啊，你要哪样解释？做解释？因为伫咱是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。台湾民政府，咱的顶头上司是美国的军政府，等于国防部。诶，顶头上司啊，
但是这个军政府要创啥？军政府伊是保护，除非国防以外，伊阁爱保护咱的生命安全。但是咱民政府要做啥物？咱民政府就是爱管理咱的内政，包括咱的立法啦、司法，啥物话遮？吼、哦，这是咱的内政。内政啊，咱若管理有好势，以你占领者啊、占领军袂当干涉到咱的内政，嘛包括袂当甲咱收税金。哦，这种按照迄个 SOP， 就是这个国际法安尼落来。哦啊，所以讲，即马这个美国军事政府若讲，哦，恁家台湾民政府家有法度哪管理恁家内政，有法度哪独当一面的时阵。好，因退出，军政府呐退出，这个民都退掉啊！啊，退掉，咱的新闻就写啥？都是台湾政府啦，你按安尼讲解释。但是近目前，伊的高权吼，伫美国的手，真阿袂放，吼阿袂放啊！所以讲，真咱拢是叫做台湾民政府，这恁。法律就是拢伫法律新台湾论内底，内底拢写啊足清楚，哈、哦。我即马做一个简单啦，哈、哦。这个五都选举，五都的选举咱拢知嘛，哈、哦。这个高雄管区哈会当合并，甲台南管区拢会当合并，台中管区嘛会当合并，但是台北县甲台北市先啊袂当合并，伊人较侪对不对？错啦。中华民国在恁阿伯来受训的时阵，恁拢知影是啥物？叫做啥物？流亡政府对不对？啊，流亡政府也当就地合法袂？袂当。流亡的政府拢伫城市，哦，包括进西藏，流亡伫印度的德兰萨拉、吐蕃，迄嘛是城市。包括1905年的时阵，韩国。将伊个管辖治理权交日本天皇的时阵，伊嘛是流亡伫中国的上海。吼、哦，法国和德国战败的时阵，伊嘛是流亡伫英国的伦敦，迄拢是首都。但是伊中华民国流亡来遮的时阵，伫1949年哦10月7日开始流亡来伫台北市。所以讲，你若是咱的选手，运动选手还是棒球也好，拢会写一个诗。T 对不对？那个衫裤叫做中华台北嘛，但是伊正式的这个原文啊、哦、，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所以讲伊袂当合并，哪会当合并？加着全部拢总合并，叫做就地合法，安尼了解无？所以讲伊爱个设一个新北市，哈、哦。那就是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哎，时间行无啥个，无啥个好啊。这咱好，我简单讲一下哈。这个正确的养生之道哈，会当改变你一生的健康幸福。就是讲，咱透早起来的时阵，咱空腹啉一个温开水，哦，350cc 加500cc， 啊了后。你要吃这个，咱是爱饭前吃水果，袂当饭后吃水果。安、啊、尼知无？饭前水果，就是讲你要吃芭乐也好，要吃苹果也好，要吃香蕉、吃奇异果，拢总可以。但是你吃完了后，弄一点钟，你要吃你喜爱的物件，你若吃素食的话，吼、哦，你就是吃一寡油嘛，橄榄油，哦，还是苦地油，拢会使。但是你若食错的，头一嘴你就是食肉，食肉就是讲猪肉，因猪肉有油脂嘛。哦，你若有油脂，你食落的时阵，那是蛋白质。因咱的脑内拢是蛋大部分啦，哦，大部分拢是蛋白质形成的。啊，你若迄个蛋白质哦，那入去点来胃啊，咱迄个喷门。哦，伊就会合开。你呐，胃食道逆流，你有这个经验无？迄足艰苦的，迄伊个胃酸吼起来，伫你的食道，你呐恰恰安尼，
会变成这食道癌，会烧，会作烧。哦啊，所以讲你若有食这个肉有蛋白质，伊迄个幽门会开开，迄、那个贲门会关起来。哦，伊迄个贲门哈，伊会开开是诶，迄个情形有两种，就是讲咱咧会吐，哦，还是胃食道逆流，会有这种情形俩。哦啊，所以讲这是简单呐、啊，比较简单诶养生之道。啊，你若暗时尽量较早食，啊，食较少，六分饱就好。哦，啊，若去用请，咱都无逐工咧用请嘛，对不对？你嘛会当控制啊，哦，尽量控制。伊夜起啊，吼，到时阵慢慢慢慢会减少。伊咱若去食宵夜，直接食的人，足接去食宵夜的人，到有一天啊，胃癌绝对来找你。因為你无长时间互维修困嘛，哦，你若是食宵夜，啥叫做宵夜？嘛爱十一二点到算做宵夜，啊，你食的时食饱顿来，你若食饱爱几点钟的时间，那消化会完嘛，哦，啊，你透早阁起来，你着要阁食，胃当时嘛无休困，哦，所以讲这个是很危险哈，哦，啊，这是我较爱食苹果，所以我甲用一个苹果，哈，哦，啊，你也想讲全球将近有70用的人口，哦，2300万，咱台湾啊，居然有三项的第一嘞，哦，就是糖尿病、癌症，哦，啊，甲西药剂，哦，啊，即咱拢食，拢是食出问题。咱今日无参与到政治，无去了解到政治，就是像安尼资源回收人。我魏应聪就甲你用迄个地沟油来互你食，成本俗，哦。啊！你也想讲，咱若做穑人、艰苦人，会去买迄个一公斤5000块的橄榄油来食袂？敢有可能？哦，大成沙拉油，我一罐才109块尔。啊，那橄榄油，迄我200几块，按着咱就来买这個，是毋是拢食地沟油？人魏应聪较巧，咱拢食5000块。啊！你也想讲，伫法院要交保1亿。3亿拢几分钟啊？尔，咱若要倾10万、100万哦，哎，免阁讲啦哈，咱拢知影哈。啊，这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哈，1951年9月8号，这是签约日。1952年4月28，哦，暗时10点半，这是生效日，即天叫做终战，哦，即天叫做终战。哎，这个。和平条约生效的时阵，即刚当时，哈，即刚当时。来，啊，咱即嘛哈，因为恁这是伫爱高级班，哈，来上恁听较有啦，哦，啊，但是无要紧，这是用互恁一个概念，一个概念啦，哦，啊，因为台湾会今日的地位，话人讲，啊，战争失败，日本天皇投降。都将主权权力拢向中华民国，外人会去想讲，啊，都拢向人啊，都变中华民国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讲，咱啊去在照你来讲的时候讲，啊，中国敢肯，甚至哦，中国吼嘛有去访问加拿大的时阵，叫加拿大的迄个外交官来承认讲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但是因迄个外交官足巧啊！你那是迄、那个，伫迄、那个对啊，海南岛、海南岛，你若讲我的时阵，我就会样讲啊。安尼意思你敢听？今日台湾那是你的，你就该宣布就好啊嘛。再个叫别人甲你宣布，是不是？这足简单啊！这叫做逻辑，你拢爱样想啊，哈。现在来讲的就是讲主权 sovereignty 哈，就是等于主导权、主导权。完全的主权就是地上物的主导权，加上土地的这个主导权哈。这是以英语翻译出来，有几啊项，但是伊意思拢相同。哈，因原文咱有都是要看较袂向清楚，所以讲我将这
改做一个改水，啊，拢都是一样哈。权力的主权就是领土的主权，哈，啊，这就是主权权力啦，加主权义务，这个 obligation 哦，这就是义务哦，这是领土的性质一旦有哈，就是讲咱伫这个新台湾论内底哈，190页遐都有写哈，这个 right 加 title 加 claim 哈，加 obligation， 这个就是这个主权的义务。我都要讲过，首相有主权权利，有管辖权，但是天皇有 territory， 就是这领土的这个义务嘛。吼、哦，啊，伊当然伊无受处分啦、啊。所以讲，伊若有地的遐土、遐领土，就是拢伊的啊。但是伊这个管辖治理权，伊会当放弃。吼、哦，伊会当放弃，因为咱是领土的时阵。咱当爱加这个 claim， 这个 claim 就是宣誓权呐、啊，哦，主张啦、啊，哦，这个、主张。来，咱加看这就是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B 哈、哦，一片为人说是 all right， 太多 and claim， 咱放弃三项，哈、哦、，to Formosa and the。平和甲平和，咱是放弃权力、名誉甲主张，这叫做宣誓权。来，我即马甲你解说权力，我甲你分落开，安尼你听较有。这个权力，啥物叫做权力？譬如讲，这个政府有权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像讲这个阳明山。是不是风景足水，好山好水？政府来讲啊，叫这个林管处，吼、哦，你只搞开垦这个阳明山公园，这是不是权利？屏东，吼、哦，这个垦丁风景嘛真水啊，会向当咩生水啊？吼、哦，你搞用这个垦丁国家公园，这叫做权利，甚至。叫咱来纳税金去做兵，这嘛是权力啊！哦，安尼你知影无？这个权力就这个解说名义呢？啥物叫做名义？你像马英九，哦，伊命令啥物人去做外交部长，哦，像林永乐，哦，你做外交部长，哦啊，派啥物人去做啥物啥物啥物？叫做 title， 这就是名义。哦，像秘书长命令我讲，啊，刘坤南，你去台南接地书，台南就接地书。哦，这就是 title， 哦，名义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主张，这个可能，这个宣誓权是虾米会？譬如讲，你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，我讲，你飞行机袂当我飞过这个领空。我的领域啊，海域，你船只你袂当搞开过来，你若开过来，我甲炸掉咪，就叫做宣誓权。你像台南，吼、哦，顶几个月有两架迄个大黄蜂，吼、哦，就即马现役的这个战斗机，伊是机身啊底下是挂两粒响尾蛇飞弹呢，伊来伫台南，伊就随甲降落。啊！即媒体就报告讲，吼、哦，即啥物？迄、那个引擎只乌乌，啥物会歹去？啊，甲拄好两只拢歹去，迄就奇怪啊呢！你今日这两只位去苏俄啊，苏俄啊，下领空啊，就落来啊，就伫涂骹，这叫做宣誓权主张。我叫你袂使安怎，你就袂使安怎。哦，啊，但是这块是美国伊占的。随时要落来，要降落就是要降落。你像迄个巴巴水灾，吼、哦，飞行机落来就是落来。佮兼迄个马古，佮互你看，哦，伫只直升机有一个迄个噪音啊开的，美国就是在这边。哦，这足简单，这你爱知影，这个是恁今日要来学嘛，足重要、足重要的这个议题吼。哦
就是讲台湾今日华人搞不清楚要画独立，所以伫遮哩搞不清楚。主权权利甲这个殖民地，你爱分哦清楚，你就是分不清楚，今日来搞不清楚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这是意大利的时阵哈、哦，这都是伊伫第1947年诶2月4号哈、哦，第23条嘛，毛写哈，意大利维朗西斯，伊嘛是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Formosa， 诶咧，索马利亚哈、哦，索马利亚，伊就是因为伊放弃两项，伊无索马利亚诶这个领土主权，所以讲伊爱放弃全部。但是咱是领土，所以讲爱搁放弃迄个困难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美军这个军事政府哈、哦。我都啊有甲恁解说过，吼、哦。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啊、哦，就是简称 USNG， 台湾 Civil 哈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。这个哈、哦，时间无啥有够。来，我这个就是咱拄啊，秘书长哈、哦、交代恁初级班来上重要二这两点哈、哦。国际战争法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这就是你美国陆军交战守则第6章第1节第358条哦延伸出来。第二就是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这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所延伸出来哈、哦，这种有根据法源，不是讲咱凊彩讲的遵守哈、哦。来，这我简单记一下，将令不得移转主权。如果乃当移转主权，这些拢总叫做美国，哦，拢总叫做美国。来，流亡政府的定义。什么叫做流亡政府？就是对于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，未当在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。哦，记一个咧，法国哦，流亡在伦敦，哦，叫做 French London。比利时小港，当时嘛是由德国战败哈、哦，流亡在英国首都哈、哦，叫做比利顿 London 哈、哦。韩国流亡在上海，叫做 Korea 上海。中国呢，哦 ，China 啊 ，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啊、哦，就是中国台北，流亡政府在台北啊、哦。来，啊，这个是咱伫2009年4月7日，哈、哦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，哈、哦，这个布朗法官，哈、哦，这个咱是咱判决的这个案核哈，控告这个案核有这五点。第一，就是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就是本土台湾人伫国际无承认的政府；哦，第三，就是本土台湾人要个生于啊，哈、哦，来处于政治炼狱当中，拢生活伫政治的炼狱当中，那些选举嘛，哦。第四，就是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，哈、哦、A。台湾要个是美国军事政府，包括即阵要个是占领中吼，占领中。第五，美国行政单位应该要主动协助原告，原告是谁？哎，咱本土台湾人，咱是用人权，爱知影，咱是用人权去甲控告，因为国家是你若用政治，国家免诉。哦，安尼时间够，无咱来休困哈、哦。啊，我今仔即课我就讲到这，好，谢谢。应该是，一那个课表是在。到十点哈，到十点哈，好，抱歉哈，抱歉，哎，可能我记唔对一款哈。哎，那还有来，哦，台湾民政府是遵循哈、哦、战争法组织成立的哈、哦，这是伫咱
哈，2008年的2月2号哈成立哈成立的哈。战争法体系，咱来当分为遮吼，上面叫做战争法，就是这几点哦。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，吼，第二点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的这个体系，这拢有百几条的判决哈。第三就是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法的部分，吼，这嘛是百几条的判例。第四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法的判例，哦，这个嘛有百几条哈。第五，就是1904年哈，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部分，这有3000几条的判例，哦。所以讲，这个战争法啦，伊毋是条文式的，哦，就是讲，伊是这个惯例法。我拄到这个物件，这个要安怎判决，就是当时伊就是当判决，直接判决，唔免阁经过宪法内底，还是国会开会，没有条文式。哦，这所以讲，你若读国际法，你无可能了解台湾的地位，只有50%尔，爱加上这个战争法内底的这个判例、判例了后，你若发到哪间隔了解。100%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哦，这是伫只，这足深的啊，所以讲你只是初级班，我大概伫这个基本啦，吼，互恁了解一下。啊，恁伫高级班的时阵，恁咧听，恁就有这个概念，安尼你就会当讲比较深入。无初级班讲讲者，恁有拄下恁听无？哦，啊，这是你一定爱读家你这个新台湾论哦，背甲滚瓜烂熟。你用来知影，啊！你怎背嘛无效呢？你爱知影内底的内容，那个意思要安怎解说，安尼才有效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本册嘛无好读啦。啊，但是按咱来坚持，因为咱就是要救咱本土台湾人，包括咱的子孙，咱一定爱，吼、哦、用心。啊，恁今个已经来啊，吼、哦、来遮，啊，恁嘛爱准备做官。你若无做官，咱无法度哪解救咱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蒙特维多来的吼，上面叫做国家，有这有四个要素吼、哦。第一，你爱有领土；第二，你爱有政府吼、哦、，government 领土吼、哦、，territory。第三，你爱有人民 people 吼、哦。第四，你爱有选举制定宪法以及。这个外交权，这叫做国家，哦，国家就是要有这的。但是你甲想，咱敢是国家？唔是嘛？哈，啊，咱有另外美国敢是，这个敢是政府，嘛唔是政府，啊，咱嘛无领土啊，对不对？话人是讲，你像伫台湾，我有厝有地，但是恁所提是虾米货？什么会？所有权呐、啊，敢有领土的主权？上有法度哪讲？这块土地是我的。大清帝国的天皇甲日本天皇嘛，伊将这块土地台湾甲平湖来永远挂念于日本天皇，当然就是因为伊这块土地是伊的，所以伊唔有权利他挂念予人。啊，咱呢？咱唔是啊，咱伫大地遮，所以讲咱必须得讲一句话：台湾唔是台湾人的台湾。这因个意思你听有无？唔是讲你住伫台湾，台湾就是我的呢。哦，啊，若甲安尼讲，我住美国，美国就我的啊嘛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比例你听有无？咱住伫遮，咱才知影讲啊，这块土地咱是。暂时住伫遮，咱无即块土地的即个领土的主权，只有是讲地上物的所有权。啊，无你若买厝、买地，是毋是拢摕所有权呢？对毋对？敢毋讲摕领土的主权？无可能嘛，吼、哦！来，啊，这是开罗宣言，
即嘛，即个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包括马英九，嘛是咧讲即个开罗宣言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即个波茨坦公告，这两个，我即嘛做一个简单的解说，就是讲，咱一间公司，吼、哦，一间公司，公司甲公司，伊要签约的时阵，是不是要起先有一个说明会？对不对？你要有说明啊！哦，要说明讲，咱是要安怎来签约？啊，内容是虾米会？哦，讲完了，咱个有一个会中会，就是将这咱所有综合来这问题，哦，咱做一届准备完了，咱准备要送啥？签约嘛！啊，你若签约了，是不是前个说明会、甲会中会这的当中无效呀？就是所有的问题拢伫咱这个签约内底、签约书内底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你即马甲看这个开罗宣言、甲波茨坦公告，这个开罗宣言就是讲，当时是这个罗斯福、甲英国首相丘吉尔、甲蒋介石这三个，伫1943年11月26日的时阵，伊就讲。我啊，这边这个太平洋战争啦，耍了后，要从台湾过来向哦，蒋介石就是中华民国，哦，但是蒋介石有答应，伊讲好，你若台湾向我的时阵，我袂去亲近其他邻近的国家。啊，这个波茨坦公告，这个波茨坦就是德国这个小乡镇啊。啊，这个开罗就是埃及的开罗，哦，这是拢是这个地名，哦。啊，这个波茨坦公告就是讲，你逼日本赶紧投降，啊，你若投降了，哦，你这兵啊啦，哦，还是这上面战犯犯的，未啊未给你受处分，会给你送来当来日本。尾啊，这两个战争拢结束了后，签一个什么会？哎，你拢打听咧，你拢无记起来呀？对，签一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是不是伫之前两个内底？伊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拢总有27条，但是这27条内底，天皇拢无受到处分，是不是天皇呐？有诶，都拢有，对不对？伊无受处分嘛？哦，啊，所以讲。这27条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拢总写个严严严啊！啊，你这个波茨坦公告加开罗宣言有效无？都无效啊嘛！哦，就是像我拄下跟你讲，记一个咧，公司加公司要签是照条约啊！哦，是不是？这个意思就是安尼。哦，人家咧问讲，啊，就照迄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公告，但是这是唔对的。你要按照躯体，这宣言甲公告袂当做法律上的依据，你一定要躯体，就是要条约你当法度，哦，白纸黑字嘛，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哦，你像讲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六条、第23条，哦，这拢足重要，尤其是第23条，咱。各美国的时阵，咱来讲，你要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的 A， 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哦，所以讲这两张图，诶，意思就是伫2010年的9月8号，9月8号就是开酒会了，拢无甲你讲啥，讲无上这两张图。你说、啊、这是什么？你拿回去给你们秘书长看就知道。这两张图、哦、你像这张、哦、这两只鱼啊，这很漂亮、哦、代表这两只鱼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代表里面二重桥里面进来的皇居啦，天皇大的所在啦。啊，这你就不用说嘛，我们就看有奥巴马他就任的时候是倒手用这个圣经吼、
刻伫圣经吼、哦、啊，正手来宣誓，就是台湾的问题，日属美战，日属天皇的领土，美国总统占领中，哎，大家听好啊！一定要知道，这就是对罗斯福这个总统哈、哦，一直延伸到奥巴马，拢总在，这就是利益问题。美国的利益是排在最优先，因为他是战胜者，就是讲，咱这块土地就是伊占的嘛，对不对？头啊，恁来上课唱的迄三条歌了后，我们的主张跟立场，你爱看好清楚。就是讲，日本天皇有台湾的领土主权，但是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迄个占领权嘛。哦，所以讲美国总统爱按照国际法，和台湾的地位正常化，哦，这就是咱今日所要要求的。啊，那咱去控告美国，咱开这么多钱的目的，就是伫这嘛。你要恢复到我们的地位正常化，啊，要安怎恢复正常化？不是单单嘴讲尔呢，我们也要做啊。哦，就是讲美国伊要求的，咱要有4000名。啊，这4000名是安怎来的？就是伊当初时。咱台湾人有600万人，但是这个中华民国伊是带迄蒋介石集团带1000名，哦，来加管理。啊，所以讲你按照那个比例，哦，我们这边刚才应该要将近2400万嘛，哈，哦，啊，4×6=24，就是4000名安尼来。但是咱那个加小块。哦，就是进来的要个叛军，包括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民进党，还有卧底在里面。但是咱开这个法律课，咱是公开，美国公民们都公开。哦，你共产党也好啦，吼，国民党、民进党、什么党、青梅党、什么党，拢会当去吧。咱就是硬惊咱公开。哦啊，所以讲美国的 CIA。伊买中情局来对一家人，伊买来家做处理，哦，帮忙。因为咱这里就是一个行政中心，哦，包括美国卫星拢会甲保护伫遮，哦，安尼咱到我都能安全伫遮无顾无虑，会当来伫遮上课嘛，哦，啊，安尼还有啥问题无？哦，那无咱时间已经超过啊，好，我给广告讲好，谢谢。